女人节价钱无极限，顺价竟比两颗群还高。这个流苏上面要上水钻，这个工有多耗工，而且这个就是那个意大利那个鞋王。那个鞋子会不会比去欧洲的机票还贵啊？哦，绝对是比你主持费贵。好狠哦！这一双我记得好像是哦，那比你主持费低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